装我们还在一块，我真的演不出来，还是不习惯你不在，真正变得快。OK， 然后是。说你深爱，他们说你真意，渐进的誓言不能爱。你的状态却永远能让能透明的存在。要留下来，许下的梦融得太快，我们都不该醒来。我好像要扒一下和声。对等关系，要问问他会不会唱。我先给大家唱一首别的歌吧，唱一首这个。小雨可以吗？总有些惊奇的际遇，比方说当我遇见你，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就像一片云，在你的天空无处停，多渴望化成阵阵的小雨，滋润你心中的土地。不管未来会怎么样，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。怎么样？至少想念的人是你，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，因为我真心对你。总有些话是不能提，怕你会掉入选择题。我把情感自私就像一片舟，在你的心湖无处停，寻寻觅觅一个美丽的港湾，希望不再流浪飘荡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安琪拉宝宝，谢谢。谢谢安琪拉宝宝，谢谢方，谢谢 MN， 谢谢 JJJJJ， 谢谢棉，谢谢 eMelody， 谢谢 ERIN， 谢谢瘦瘦，谢谢派派，谢谢 BY。那个啥，他们刚才说咱们先我唱一首然后再和，还是我们直接和？先听你唱一小段吧。好吧，你想听啥？想听。哎，你上次自己的那首新歌可以吗？就是不如遗忘吗？对、啊，可以，谢谢曹老师让我打歌啊！洗脑了，我经常没事会哼起来，是吧？这个旋律还是有点洗脑的。那我唱一小段，可以。呀，我得先听一下，它前面直接就开始进了，我不知道调子，听一下啊。不如好来了。不如把我遗忘，匆匆忙忙，潦潦草草收场，总是遍体鳞伤，遗憾没说完，你却早已有了伴。
浮嘲笑着我的孤单，昏黄的灯光，耳边传来无声的呼喊。我想逃，我想逃，我想逃，这纷纷的扰扰，船总会停靠，磨平棱角，是我太可笑，不如把我遗忘，匆匆忙忙，潦潦草草收场，总是别提鳞伤，遗憾没说完，你却早已有了伴，不如把我遗忘，跌跌撞撞，道三两句就散，笑着说晚安，天亮我就习惯。好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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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。我一直在跟着唱，但我不能唱出跟着哼，他就是前面那一段比较的那个啥，那一段旋律比较的朗朗上口，好听的好听的，就那一段，就是副歌也很洗脑。谢谢，好听。那咱们是唱不该还是唱屋顶？好像这两首歌屋顶我会唱，我刚不该我其实听了一下和声，然后男生因为很多垫在下面呢，我不太清楚那个声部。那我们就唱屋顶好不好？屋顶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就唱屋顶。那你放，这次你放还是我放？上次谁放的？上次是我放的。那这次我放，这次我放也还要大家去你的直播间看好吗？对，然后是谁闭麦？是谁闭谁？是你闭我的麦。对，你闭我的麦。好好好，然后大家到我这里来。那我们先都听，一起听一下这个卡拉有没有问题。 好我也把屋顶的这个给找出来。然后我要找一个写了分配了男女歌词的这个歌词，等我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你先放一下你的伴奏，我先听一下呢，它的大小。对，主要调试好，大家有比较好的听感。对对，主要是想让你们听的那个，不要说听不到声音这样子。OK， 那我先闭麦了啊。我不用闭，对不对？对，大家到曹老师的直播间去。大家听一下音量哈。半夜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，怎么样？只好到屋顶找另一，大家都去曹老师直播间听一下。睡梦中被吵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。哎，可以 OK OK， 还是得去你的直播间。大家都说可以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。哎、直播间不好意思呢。大家去曹老师的直播间，然后我跟曹老师合唱《屋顶》，你们都快过去，快过去，快过去。大家，来、我们唱《屋顶》给大家听了。那我开始了。好，来 ，OK， 重来。大家进到曹阳的直播间。半夜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睡梦中被吵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。我悄悄关上门，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。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们有同样的默契，用天线排成爱你的形状。哦，在屋顶唱着。星星点缀成最浪漫的夜晚，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。
纠结，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，这泛黄的夜献给最孤独的月，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，爱开始纠结，梦有你而美。现在呢，我离远点。刚才怎么突然他们又说我的声音太大了？让我大点，我远一点，我这样。我离近一点。你们再听一下，这样可以不？睡不着觉，心情很整个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睡梦中被吵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。我悄悄关上门，带着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，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，我们有同样的默契，用天线排成爱你的形状，在屋顶唱着星星点缀成最浪漫的夜晚，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，爱开始纠结，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这泛黄的夜献给最孤独的月，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，爱开始纠结，梦有你而美。还是小吗？这下声音合适了吧？让我爱你是谁？是我。让你爱我是谁？你怎会有动人旋律环绕在我俩的身边？让我爱你是谁？是我。让你爱我是谁？是原来是这屋顶有美丽的邂逅。谢谢。哎呀，好像后面可以了。对了，后面好像好了吧，就是我得离远，你得这样。我不知道呀，就是好像一直有人在说那个声音还是小。现在呢，后面我到这边了，还是会声音小吗？看看，到时候看看录屏吧，因为、啊、对，因为问题比较复杂，也不知道说是谁的 vocal 大，还是说伴奏比较大。太奇怪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。对，到时候再看。啊，因为我看反正一次应该会比一次好。对，但我这边的都说很好听，效果很好，很棒。是吗？那就好，应该还是不错的。到时候我把那个录屏发给你。好的，好的。OK， 好，辛苦啦，谢谢。没有，你继续玩，下次你可以把那个不该练一下，我觉得不该合唱起来应该很棒。听一下。好 ，OK，、嗯、好，拜拜，那你继续玩，拜拜，拜拜。